那他真的很难吃哦。你看他真的在吃啊。你看他舌头还吐出来。我要去抹他的大便给他。哎 ，no no。你要吃东西的时候，你还要去抹大便再吃哦。啊，干嘛这样对他？你看泽熙还拿水给他喝，等一下看他会不会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那个乌龟的便便没有臭臭哎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他都吃什么？地瓜叶。对，他都吃青菜。他都喜欢吃青菜。哎呦，他头真的，你看，他头真的伸出来了，有点臭哎、欸，还好啦。小四都不收你跑吗？哇，你看他真的头伸出来了。然后小四好像吃饱了。哦，小四那个头也伸出来，可以喂小只的吃。我有大只的用小只耶，他想要吃鸡了。小四把他所有哎，要洗手再摸他哦。